什么来的？黑黑的。画图猜一猜，这是什么菜？透过游戏，年轻人认识蔬菜，也了解蔬菜的营养。青春购草，速速看。主要目标就是让慈青他们了解素食的重要性，素食也可以很时尚，也可以吃到很多的。从四月份开始，在疫情期间，马六甲慈青每周进行线上文法，这一次更推动素食，让年轻人了解素食的重要性。然而，因为年轻人是我觉得说他们有钱，那当然他们也是有选择的自由权。那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个很正向的资讯就是传给这些年轻人，相信就是说他们也可以就推广出去，从自身做起来，再来推广出去，影响更多的人。这样，当这个种子种下去过后，因缘成熟，他们会循序渐进的慢慢这样去留宿，慢慢这样培养他们留宿的那个信心啦。我们就一段阶段一段阶段慢慢这样子推，至少推到一两个可以短期或者是长期的指数，我们也算是有成果啊。晚上好，师姑。家人认同吗？营养够不够？年轻人吃素有迷失？慈青妈妈有妙方。能买一些坚果，像师姑讲去补充，或者是喝豆奶，就是这样。师姑觉得说，坚不放弃，就是先要很笃定，就是要吃得健康，好不好？所以师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说，就是你个人今天是吃素嘛，那你另外一半如果不吃素，还是那你的家人都不吃素呢？你要如何去坚定自己的信心，而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去做到别人想要的样子？带动善的潮流从自身开始，鼓励年轻人一起素素看，年轻人一起来吃素吧。大爱新闻演艺株，钟成志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